宙，细胞生物，一个是广阔无边，一个是微不可见。从宏观到微观世界，都在有条不紊地运转，为生命赋予无限生机与可能。对生命科学的探索，是我们故事的开端。当下生命科学成为国家核心战略新兴产业，生物医疗各领域都在快速发展，对健康医疗的需求也随之增长。在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生命科学领域中，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健康等重大生命问题的探索。我们凝聚微小力量，为生命科学贡献微薄之力。我们不断开拓创新，专注品质。2018年成立之初到如今，我们从创立品牌到完成科研耗材和生物制药耗材的研发生产，从立足中国到走出国门，销售网络覆盖全球，逐步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创新能力的制造商与服务商。在这里，厂房面积达到50000平方米，专业研发人员超过80余人，申请专利达84项，折射出我们追求技术和品质之心。在这里，配备精密模具研发车间、注塑生产车间及应用研发实验室，彰显出我们精益求精之心。在这里，从产品研发、模具设计与制造、工艺定制、注塑生产、产品验证，到客户交付全流程的产品定制开发服务，构建出一个为生物医疗提供创新服务的新模式。在这里，成熟的生产工艺、进口的生产设备、资深的管理研发团队，打造出一个高质量的国产创新品牌 CellPro 赛普。我们聚焦生命科学领域，以客户为核心，打造多元化产品体系，满足更多客户高端需求。用匠心打磨细节，用严苛标准锻造产品。赛普实验室产品已通过 ISO 13485、ISO 9001、ISO 14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。生物制药产品在 GMP CG 以上环境生产，全部通过第三方质量验证。医疗器械产品已通过了 CE MDR 认证和 FDA 产品注册备案。我们优选进口符合 USP Class 6的医用级原材料，通过高精密模具加工和材料改性技术，为客户提供进口品质、国产价格的优质产品，实现进口替代。我们建有专业基因扩增实验室、细胞培养实验室、微生物实验室、生物制药质控实验室，能够进行一站式的耗材、试剂、仪器的生物学性能验证与整合研发。我们以全球视野拓宽创新之路，以精细化管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以数字化赋能赛普高质量发展。不忘初心，奋勇前行，在点滴中汇聚大能量。我们是赛普，探索生命科学，服务人类健康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将秉持客户第一、品质至上、奋斗为本、追求卓越的信念，专注生命科学领域，助推生物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中国健康产业腾飞。